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送皮肤和角色 4.8 前真心地图曝光，吊箱 4v5 秘鲁提前复刻，绝区零开服送80抽原神 4.8 版本卡池已曝光，月卡党狂喜，史上最强卡池来了， 4.8 卡池角色确定。原神封丹 4.7 下半卡池的西格文水神弗宁娜已经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除了水神的登场外， 4.8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艾梅利艾也即将和大家见面，反倒是 5.0 娜塔的消息一直被官方雪藏，就后续卡池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 4.8 卡池就不多说了，只有一位新五星角色艾梅利艾，复刻角色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那几位，不过毕竟前瞻没来，随时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大家看看就好，卡池翻车啥的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娜塔据说艾梅利埃的队友也会登场，就目前草女的强度来看，如果娜塔有队友估计是直接起飞了。而说起 5.0 娜塔相关，目前已知的是会有4位新角色登场，复刻角色的话虽然没有消息，不过按照卡池复刻顺序来看的话，基本上也能猜出个大概，再结合近期相关消息来看， 5.0 卡池复刻的角色大概率在钟离、纳维莱特、莱欧斯利这几位角色中选择，只能说 5.0 卡池应该会很给力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下。至于之前消息中提到的 5.1 新角色女拐，简单来说就是很强，几乎对所有角色都有所提升了。兄弟们，临近 4.7 下半 4.8 版本的角色也是基本确定了，上半纳维亚和尼露，下半是叶兰和新五星艾梅利埃。 4.8 申赫大概率是不会复刻的，猜是连期，目前卡池预测消息稳定，基本确定，想传石头的兄弟们可以开始了，卡池应该不会再改了，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。原神封丹 4.7 下半卡池的西格文水神弗宁娜已经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除了水神的登场外， 4.8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艾梅利艾也即将和大家见面，反倒是 5.0 娜塔的消息一直被官方雪藏，就后续卡池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 4.8 卡池就不多说了，只有一位新五星角色艾梅利艾，复刻角色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那几位，不过毕竟前瞻没来，随时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大家看看就好，卡池翻车啥的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娜塔据说艾梅利埃的队友也会登场，就目前草女的强度来看，如果娜塔有队友估计是直接起飞了。